你好，你好，哎呀，张大哥，张大哥，这个年轻导演真的是非常的荣幸啊。我是觉得很奇怪啊，费玉清怎么会找我啊？因为歌坛里面，讲实在话，最不会唱歌的就是我。哎呀，您真客气，这个说真的。但是您红的最久啊。我红的原因是因为我每场胡说八道，从来没正正经经唱一条歌过。哎呦，真的。哎，您这一问，我才真觉得这个好像还没听过您的唱片呢，只有一些说说唱唱的唱片，还没有正式好好真正出过一张。就刚刚就让回忆随风飘，我第一段歌词跟第二段歌词我就斗接来接去的，就斗不上了。是我听起来也有点怪怪的，不过这个完全看不出破绽了啊。这个舞台经验演示的好。是张大哥，好久不见您了，您还是风采依旧啊。哎呀，这个感觉是还是锐不可当啊。哎，讲实在，时间好快啊。是是，离开歌坛已经15年了，有15年的时间了。哎呀，那这是请教您一下，这些日子没见到您，您都在忙些什么？没有忙些什么。不过真真正正在过日子啊，过日子啊，这生活就是这样，就是过日子。哎，那本来刚刚从立法院回来出来的时候啊，是是是，那时候心情有点落寞，好像唱歌也很辉煌。那么到了立法院以后，又好像有钱有势的是吧？对不对？啊，还能骂骂人，对不对？是是啊，忽然间离开了歌坛，又离开了政坛，哎，那感觉到好像无所事事，不知道怎么办好，你知道？哎呦，这时候才发现还是要有一个目标。哎，好像就是说生活过得很落寞。哎，结果有一天呢，我跟一位老和尚，一个大师啊，聊天。哎呀，有意思，你快讲，我就听您讲。那他就跟我说，张先生，他说你觉得现在不好？是以前好吗？我说这个以前好，哎，我也搞不清楚好不好。哎，他就说，张先生，你以前唱歌的时候赚很多钱。哦，对啊，你每天是不是在唱歌？我对啊，一年365天，每天赶场没停过。他说你当了立法委员以后，每天有约会，一天最少安排5个饭局。哎，是这样的吗？对啊，就是这么回事。早上去跟人家送殡，晚上就跟人证婚。哎呀，活动是不是？好，是是是。他说：“请问张先生，你认为你在那最辉煌的时候，你拥有什么？”哎，这位师傅说的很挺绝的。后来把您问了一下，我问了以后，我就觉得说，对呀，那个时候我赚的钱都是别人的享受，我每天去唱歌就是很过瘾。哎。到了立法院，每天就法案了，各方面就搞，对对对，最后忙的怎么样？每天呢，一碗饭拿茶水泡，然后怎么样吃两块豆腐乳，就这样子，就这么解决了。那么觉得什么都拥有，其实怎么样？你根本没有自我。哦呀，这是一个生活里的感受啊。但是我离开立法院以后，我回去以后发现怎么样？哎，忽然间我感觉有家的感觉了。哦，有家了。哎，我忽然间看到我太太了，也忽然间看到我孩子了，是是是，好奇怪哦。哟，那觉得说忙碌的时候都好像没看到，都没看到，是是是。那忽然间觉得什么样？在家里面每一件事情怎么样？哎，自己好像我拥有我自己的时间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哦，好可爱哦。哎呀，原来这个幸福快乐就在眼前啊！结果我们都被这些繁忙的事情整个给几乎给遮住了。对呀，那后来那个师傅就问我一句话，他说：“那你，张先生，他请问你，你出去做事赚钱为了什么？”我说：“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好啊。”但是你做了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啊？他说：“你为了赚钱，为了做事，让你过得更不好。”哎，所以说是有得就有失啊，你看一看。所以这位大师经过这样跟我谈过以后，我回去慢慢体会，我终于发现到，哦，原来生活在自己的掌握里面啊。哎呀，听您这一番道理，这说下来，怪不得从您的眼神之中，我们就感觉你哪里不一样啊。而且我一直以为是不是勤练，是个琴棋书法。我知道您的书法写得很好，哎，写字啊，还有很多人还想求您一幅字，都是还要排队呢，是不是？对，我觉得原来是人内心深处都有这么多的改变。对了，就是你体会上觉得说，哦，原来人生就那么简单，你不要去让自己复杂就好了嘛。给我们这些这个正在忙碌的人都觉得说，都真的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影响跟启示啊。不过换句话说。就说最后师父给我一个启示，他说虽然你有了自己的生活，但是不要忘了要肯定自己的价值观，就说你还是要替社会大众做点事情，在你能够有这个时间有这个余力
多尽一份心去帮帮别人的话，那么这样会让自己觉得说，哎，你存在的有价值。哎呀，这跟您聊天真是胜读万卷书啊。没有了，千卷而已了。是是是，今天的碰到您啊，这个我们那个时代的回忆真的太多了。对了，我这个您只比我大几岁啊，但是这个我们跟您比较这个成就那是差远了呢。我知道在30年前呢，那是我们学生时代，您就是已经是可以说不管收入知名度远播到多么远的地方，您是全世界性的红，只要有华人就有您的这个歌声，而且这个邀请函呢是不断的。那个时候都说真的，全世界跑，真的是票房啊！这个是那个以那个时候来算的话，这个一甲地才多少钱呢？这个再聊聊这往事。对，可是我们张大哥那个时候收入以20-30年前就以100万来计啊，那不得了。这说真的，是现在的艺人有的时候夯个几年，有的时候就常常挂了嘴边。1970年，那您那才是真厉害，结实的很。我记得1970年的时候，中孝东路买栋房子大概36万台币就可以了。那结果我们唱一天，一天就是那个时候拿到5000块美金嘛。哎，不得了，那5:40的时候。对，那两天就是40万嘛。是不是？哎，是是。两天买一栋中孝东路房子。哎呦，怪怪。那赚钱真的好可怕！是那个时候，这个是钱真大啊，那个时候。那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在新加坡上8000一天。那个时候好像已经对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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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那个时候先感谢声明一下，才掉了20出了，好像。是多彩多姿的，人生很丰富，很多地方您都尝试过，像也做过这个国家的政要了，演艺方面也这么的辉煌了。那么这是跳来跳去的时候，您觉得这个最喜欢呢？这个还是喜欢这个哪一种这个工作？其实，在演艺界，是最可爱的地方。是，那别人说很复杂，是，其实演艺界的人是最单纯，最单纯。他只要让他有个地方唱歌，只要说让他觉得说，过得很稳定，就很好了。对对对。那么从政呢，有他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去表达自己的意愿，去做一些事情，来为大家争取一点福利。是是。可是呢，环境太复杂，我们不太适合。有的时候，对对对，每个人还立场不同啊。像我们现在，我不喜欢你，我就得板个脸；我喜欢你，我就笑了。但那边不是，他都是笑容，笑容是一样的。那么你从他的笑容后面去探讨，他到底对你的事情认不认可呢？答案是不知道，是不知道。所以说蛮有意思的。不过我觉得，我从政最主要有一个意义。哎呀，您聊聊看。就是说，因为以前我出来唱歌的时候，我爸爸就非常反对。他说演艺界不好，希望你一个男人呢，就做什么戏子、王八、吹鼓手，有这种感觉。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对对对。那我就跟他讲，我说爸爸，我说现在的演艺人员，他的整个格调提升了。他的学识，他的各方面来讲啊，演艺人员其实一个非常高尚的事业。而且演艺人员说，你的受不受欢迎？完全不是自我掌控的，是让观众们他做自我做取舍，群众是不是？那么你如何能够赢取到广大群众的认可？我这是一份非常高的智慧，是不是？是。那时候，但是老年人呢，他们一直不太认可。那于是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虽然唱歌了，到最后我转换跑道，我再去做另外一个你认可的事情，我让你看一看，唱歌的什么都能做。”对不对？是是是。那时候我出来竞选立法委员的时候，他们说的是个笑话，是不是？也有人这样的角度。当我选票出来，我当选的时候大家眼镜店都发财了，都跌破眼镜了。那起码由于我从政这条路，现在变成好多演艺界同仁，他们也知道说，原来演艺人员可以从政。是是啊，当您在从政那个时候的身份啊。当然我们的生活好像整个都有在限制当中吧，对，譬如平常喝酒啦，或者是说这个约会同事之间的场所啦，这个恐怕也是都是预防别人给予就不同的评价，或者说像我来说有受限制啊，我从来不赌博啊，不赌博，从来不喝酒，吃喝嫖赌都不来，我好像都不来。但是儿孙满堂呢？儿孙满堂，这是晚上回家睡觉的事儿。对，我问的是最基本的。就是啊，那就很遗憾，就是我身体很好。这个有些时候做该做的事儿嘛，是不是？然后就努力就有成果嘛。是，看不出来，这个有没有抱孙子了？有，哎，两个孙子了，感觉才50左右。其实。
讲这是我今年59快60了。哎呦，您这是不提真是、啊、你看连点肚子都没有，你看有一点点一点点。但是我觉得人生年龄只不过是个数字。嗨，是不是那对我来说一点影响没有，没有包袱的。嗯，那威尔刚也不用了。我从来不用威尔刚的。我是天天刚。你看是这个人要从您身上感受到一种自信。啊，这个自信以及这个什么一切事情啊尽其在我。对，所以您扮演什么我都觉得这个最让我们真的要了解的是您的这种精神的这个感应啊。蛮好的。要了解这个的话就是可以真的获益不少啊。对。嗯，是太有意思。今天跟您聊天啊，人家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其实我们歌坛有一位前辈啊，也是我们大家的福气啊。任何是疑难杂症，大大小小的事都能跟请教您了。现在的生态、啊，这个电视这个感觉，是这种走势啊，当然时代是由他们来引导啊。您觉得有没有负面的或者像特别开放的关系？其实我倒觉得现在的电视、嗯、是，由于第四台的这个蓬勃，哎，其实现在是小众文化了。我们根本不去要求他，就说，哎，你这个台要怎么做，那个台要怎么做？因为观众他自己有他的取舍。那几十个台，他不一定要看你这个台。所以说，问题是你有没有找到哪样的族群？你有没有找到哪一样的观众？是是是。就像今天您的节目，要看内容。老实讲句话，就说喜欢听老歌的，是。哎，喜欢听歌的，喜欢听你费玉清讲话的。哎，他自然这个族群就会在这个时间看你这个频道。那么我们何苦去管他们那些频道做什么？我们尽量把它做好，它就好了。哎呀，真是是不是？花那么多时间去 complain 别人干嘛？是是。你这个不好，你那个不好，不如把这个时间拿回来，让我们自己做的，把它做得更好，味道跟风格把它凸显出来。对。哎呀，您这是高人了、啊，那你给我把个脉，我这节目还会不会续约、啊？这个不要把脉啊，不用把脉，是决定续约哦，决定续约啊？为什么呢？哎呀，哇哦喜哇哦喜！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节目，我敢讲，它有持续存在的理由。哦，因为什么？您看它的特色。第一点，我们的歌，像今天时代的这个代表，我唱的这个味道，加上你这个味道，哎呀，老实跟你讲，就很多人喜欢这个味道。你不嫌弃的话，常常来节目中可以。哎，听到您这字里行间讲的，真是太绝了。哪怕你叫我来，我不必要唱歌。我坐这边，坐在旁边，听你们唱歌聊天，我都觉得很开心。哎呦，真是好、哦，实在是真的很开心，实在爽个来靠背、啊，真的很开心，真的很开心。